现在集中精神，把这些神秘能量聚集到你体内的动力核心。符合身份管理标准，拷贝进程结束，封包处理完成，允许接触实况信息，通讯系统正常，启动射线脉冲导航器。输入时间：地球历2284年5月5日。让我们还有敌人都见识一下，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。我是你的指挥官瓦尔，现在开始向你说明作战目标。我们的城市正在遭受来历不明的敌人袭击，找出敌人首领和击败他。目前的首领位置是克拉尔乌利维维出现霍罗乌斯的海盗船，我们需要从敌人手中夺回飞船的控制权，并守护下方的城市安全。这支特别行动小队的后勤站的工作人员将与江湖说相信你的能力。情况紧急，请你们立即离开。滑动左右滑动调整一下。左右滑动，调整一下视角。长官，这些机械化的敌人不知从何而来，不要给他喘息的机会，趁现在使用攻击键击败他。大哥，赶紧搂住伊特尼尔。现在看准时机，使出重攻击。新人类战士最擅长对付强大的敌人，大展身手的时候到了。对，就背部武器是你的决胜秘诀，点击使用背部武器技能。在宇宙漂泊多年的人类终于找到了第一个超级地球特拉尔，这是一颗位于天有座悬臂上的小行星，整体环境与地球极为相似，更惊奇的是这里居然有原生的外星文明。人类到来后便与特拉尔人缔结了友好盟约，并帮助特拉尔人重建了传说中的城市伊特尼尔。被称为宇宙一体的外星生物是人类曾经面临的唯一威胁，而这次的敌人来历不明。宇宙最强的动力装甲战士将再次肩负起守护新家园的重任。
身体已无明显外伤痕迹，麻醉效果即将在5秒后消失。确认意识恢复，开始进行引导程序。主人您好，保卫伊特尼尔的任务已经完成，但您在战斗中能量核心被破坏，灵丸之力被夺，即将解除反重力状态，请注意安全。行动能力确认恢复，现在请穿上动力装甲，选择一把喜欢的武器，再前往伊特尼尔向城主哈罗德报道，并听取最新的任务介绍。打开虫洞传送装置，点击目的地，这是人类目前所掌握的虫洞传送技术。乌卡，伟大的战士，我想代表特拉尔王族以及我个人感谢你们。我知道你们点击任务框可自动寻路至下一个目标点。我是伊特尼尔，现在请转过身来看看你后面。经过战火洗礼后的这座城市以更加美丽的姿态重生了。敌人和我们老对手宇宙一体不同，他们仿佛是神话传说中的怪物。那个长着翅膀的生物似乎是首领，你接下来的任务是找出威胁的根源并将其彻底铲除。现在去城外找雷顿吧。战士你好，我是伊特尼尔南门的第一道防线，现在这此处地势较高，可看清特拉尔南部的地貌。接下来需要重点调查此区域。如果你要去的话，点击任务框可自动寻路至下一个目标点。驱动系统可以在短时间内提升装甲的动力，尝试激活一下吧。我好像在哪里见过，不仅出现了大量的
请帮我把这个资料带给齐总。点击小地图，在大陆野外的任何地点都可以选择已激活的传送塔进行传送。现在让我们回到盐湖南岸。岸边停着的特拉尔铭文船是眼下唯一能够前往湖泊中心的交通工具。就是这个沾满粘液的东西，瓦尔吉利队长刚才传来命令，希望能够尽快获得裂隙的情报。